之我從來唔覺得自己靚，咁所以我係好自卑嘅，因為我細個係成日會俾人蝦嗰啲嚟嘅。因為我生得比較高咧，所以兒時嘅時候咧，永遠俾人當怪獸嘅。即係甚至乎我著個校裙，我媽咪會驚我太高咧，佢生得太快，咁所以佢會買啲好長嘅校裙咧。我成件事就好似八姐咁樣，咁所以大家都會嘲笑咁樣。當前的心境啊，我是被愛包圍的 family 啦，或者我的工作夥伴啦，其實很有愛的，我覺得，即大家都是理念一致啊，或者大家都很愛錫對方，所以我覺得我是活得很幸福同埋很有愛的。最不開心，我最近一直在做一個 project， 那個 project 其實是挑戰我的 limit， 我一直 push， 但我都覺得我還可以再好一點的時候，那個無形的壓力其實是很 stressful 的，所以我會有時忍不住會在家裡角落頭可能喊一陣，但是我會繼續向著那件事繼續努力去做，還進行，所以我繼續努力。